骑你的新自行车吗？哎呦天哪，可算放学了，走走走，开开门开门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你很激动的呀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走吧。这么美呀，我开门来骑吧，我已经给你搬出来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还真好看呀，这自行车我看你会骑吗？哎呀哈哈哈，还真的会骑呢。哎呀你可慢点，你等等我呀，去拿快递去吧，你骑着你的小车子给妈妈拿快递好不好？水杯子放在小篮子里还真好呢，是不是？走，一会儿我们骑着再去接姐姐去好不好？先给妈妈拿快递再写作业好不好？看快递点关门了吗？走，先拿快递再写作业。对，骑车子一定要先看路，是不是？走，行了，去吧，去拿去吧。还有一个吗？把这个小的放在你小筐子里，大的妈妈拎着。走，走吧，出发吧。走，快蹬！哎呀，好酷的小车子，又好看，又好骑，是不是啊？先放着，先写作业吧。那一会儿我们骑车子去接姐姐去，好不好？我看你写的一个什么字呀？冰吗？哦，写的好漂亮呀，好规整啊，写吧。